爸爸妈妈、弟弟、外婆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已经是一名老师了。今年中秋只放一天假，所以我不可以回去跟你们一起，但是中秋节快乐，希望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你好，爸爸妈妈，我喜欢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，妈妈好。Okay, your parents can understand? Maybe. 好吗？我很想你们，也很希望你们身体健康，中秋节快乐，能够吃月饼。你好，我的女儿，我很想你们，中秋快乐。喂，会不会填三位？你好，中秋快乐。互中秋快乐。我的家庭。我家人。家人。Yes, OK, and you hope them be healthy, 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。Yes.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，如意，如意。Yes, everything will be okay. 爸爸妈妈，你们好！今年中秋我终于可以回家和你们一起过节了，因为是妈妈的60岁大寿的生日，所以我特意请假回去。然后觉得作为女儿，5年没有在你们的身边，也挺对不起你们的。以后我会努力工作，然后让你们早点来上海和我一起生活，好吧？Hello, 我的小伙伴们，中秋快乐！然后今年国庆会去找你们玩。OK, 好，月饼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好。我很想你们，但是呢，马上我们就要见面了，因为我要回家了。那我希望你们在家里身体健康。我们每一个在外面的人，我们也会身体健康，因为如果我们的身体健康，就不会担心我们。好好。我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